我们现在开始讲第四讲，这讲比较特殊一点。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抱怨说 Apple 没有这个相应的 Nostalgia Mode。 那我们今天教大家怎么样做一个自己做一个 Anticipation 的 Mode。 我们先来看一个图，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是一个，一看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非理想变压器，因为我们变压器呢，所以理想变压器来讲是这个线圈跟这个线初级线圈跟次级线圈啊，就两个我们画了。那么在这个非理想变压器以后呢，实际上真实模型的变压器以后呢，它呢就考虑到初级这一端呢漏电感以及电容，还有线圈之间的电阻，还有主电感，初级的电感，次级呢也是这样，漏电容、漏电感啊，电容、线圈电阻，主的就是那个主的电感，这样一个模型呢，就是一个真实的变压器模型。那我们的初级的输入端为一端。二端，输出端为三端、四端，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这里头还有一个节点，这里有四个节点，在这个节点我们来假设它为20、21，这边为22、23，你可以说我取30、40也可以，你随便取啊。那么这个我们假设，刚才那个变压器的传递变压是1:1的变压。这是一个理想，把理想变压器。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图，这个图像，这个图像就是这些语句呢，这个框框这里头语句呢，是描写刚才那个变压器的模型语句啊。这带信号的就是 commentar， 就是评论，没什么意思。那这个模型的语句的名字呢很重要，是点 SUBCKT 空档 X form 下杠01 1234，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模型的这个名称。那下面呢这个是点，一个是空档信号，再两点，这也是告诉你这是个Premier， 就是初级的呢 LLEC1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段这个地方的漏电感，因为我们刚才这边是1，我们刚才讲这边这个点是20，这里是21，这里是22，这里是23，然后这边34，那1对20就这期间的漏电感，我们假设它为1毫亨，那么L 初级这一端的20对21这两端的主电感为1亨啊，那么初级的电阻是21到2这一端，我们这样走一圈啊，电阻为1欧，那么电容呢一端到二端的电容为20匹伏啊，这并不算大，然后再空一端。那刺激呢 ？The second， 这个漏电感是三端到二二端，我们假设它为，也是跟上面一样1毫亨。那么二二端到二三端主电感刺激的主电感为1亨。那么23端到四端的电，这个线圈的电阻呢为1欧。同样。三到四端这两端看进去的电容呢为20匹伏，那么这 K 呢K 也就是在传递率，我们假设它为 0.999 1是不可能，因为这两个会这里头有损失，不可能100%的传送过去，是不是？所以只能算 0.999 传送就已经算很不错的点 End 这就表示呢这个地方呢，那么这个语句呢，我们来看这个语句，
整个语句，初步的这条点 subcase x form 01 1234到点 n 点 end 这一段的语句都是呢描述这个实际的变压器带损失的这个变压器的模型语句。那么一个模型呢，模拟仿真用的模型，我们就是这么样子编写出来。当然三极管与三极管编写好方法，电容电容编写好方法不一样。接下来编写就用那个 Microsoft 这个 HiNotepad 把这些东西呢写到 Notepad 去，然后存起来，给它一个文件名，把文件名叫做 x_form-01.library， 然后把它存到呢我们呢存到微软的 program /etc/etspecial/library/sub 这个里头去啊，这样子呢你一定要换到这里头去，否则呢就找不到这个模型，否则你再打开再就用不了它，用不了什么，因为它找不到路径，所以路径呢一定是要换到这里头的。刚才讲那前面那个程序呢肯定会有很多疑问的，说我怎么知道是要那样写呢，那样渐变写程序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头呢找到资料，我们打开 HAP， HAP 这个东西非常有用，打开它跳出来变压器呢模块的语句呢是从在这里头都有说明 ATSpice 的 HAP， 打开这个 index 银盒，但比如说二极管它的语序应该是怎么写，要建立给二极管建立一个新的模型，应该是这些都有给电容建模该怎么样都在这里头。那我们刚才讲的是比如说电感建模，那我们刚才写的是一个呢建立一个模型呢是叫 subsequence 字母This is the subsequence。我们来看看这个点 subckt， 好，这是就是说这个语句的名字。那 divide abc， divide 就是看这个 sub， 然后 name 叫 divide， 那这里头呢 parameter 等于 expression， 那后面这个就是它的那个parameter 参数。那这个语句里头呢我们应该是两个 R1 跟 R2 两个点组串联在一起，把 R1 搁在上面， R2 搁在下面，那从 R1 开始呢 A 进入到另外一样出来是 B， 我们给它一个 top， 那 R2 呢就从 B 进去到 C 出来，我们是来为 port 点 end device， 那就是这一块呢就结束了。所以呢那么在这个里头呢这里头呢就呼叫一个 subsequence， 并把这个参数呢 top 呢等于 9k 的值传送给它，传送到这里头来传送到这里来，并把 bottom 等 1k 的值呢传送到这里来，那么就是说 i 等 9k r 等 1k，因为这个 subs 我们可以保留不变那这里头呢字呢可以随便变动，我们只要更改 top 跟 bottom 的字就可以呢把给这两个 R1 R2 呢取不同的字，这就是 sub6 这里头有很多那个比如说 train 点带 dot 语句都在这里头 dot command，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都在上面要写什么include 什么的都可以在这里查得到，所以这个 help 呢是很有用的一个东西，那不懂的都可以在这里查到。刚才讲是非理想情况下的变压器，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假设那我现在不一定要做那样子的建模了，我现在需要一个变压器的方案，那我们可以看这样，我们来试试看取一个电源，电感
两个电感，两个电感呢，把这个呢，把这个电感212呢倒过来一下，很多啊，那么把它移过来，靠近，靠这边来，竖起靠近。这样子就形成一个好像电子两个那么快连起来，这边呢加一户的电子，这个呢是一个变压器模型，光看这样子它还不能动。好，我们把 L 值改成 L1 呢是100微亨，L2 呢900微米，是户的 R 为 100K。 那么这个电源我们现在知道怎么做，是我们给它的正弦波，正弦信号是它的率为一，最高值呢325伏，频率呢50赫兹，这个问题。好，我们把它调一调比较好看，全部挤在一起。那么这样子呢能跑吗？我们看看，我们先给它做一下 transit 分析，我们是它为84毫秒。 OK， 出现问题。为什么 ？V2，VN02，N 是这里，这个是变压器，并没有起作用。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呢？这两个电感，其实这是一个电感，这是一个电感，这两个并没有耦合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添一个语句 K L1 L2 V1 这样的因素。好，我们再来看看加了这个语句以后呢，不行，还不行。加了这个语句以后呢，这两个人耦合起来了。但是我 run 的时候呢，它就告诉我 ，VE 跟 interferon 是平行的，没有来，为什么？因为呢，这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变压器，刚才只是分开的两个电感，现在这加了这个 KL1、KL2 等 D 库本这一句语句以后呢，这两个呢，这两个电感圈圈就并成了一个变压器。那你怎么知道这个 K 呢？我们看看 K 是什么 ？K 这个语句呢在哪里？我们还是找班组，我们点这个班组来找，找出来。K 穆拉穆泰 ，K 的语句呢？你看 ，K 的语句 ，K 我们 K 1 K 2 K 3啊，然后 L 1 L 2 L 3等等的都可以 copy 起来啊。
LE 和 LR name of induction in the series、LE 和 LR 都是线路的那个电感，然后啊 K LE LR 一，那这个后面这个 copy 结案的技术呢，取哪里呢？可以取值呢？可以取这些负一或者到正一，可以取哪里？那我们这里要取一，我们可以取零点几，一该讲不太什么零点几几啊，可以。那么在 run 的时候呢，它还出现错，为什么？这个是经常初学者经常会犯的错，因为呢，这边是个纯电感，这边是电源，纯电感这个变成这个信号源短路短接，所以是不可以这样子。那一种办法就是说我要在这里加一个小小的电阻，很小，就变成你给它0.001哦，这个非常小。好，这时候呢，我们再 run 一次，就可以 run 了，就没有问题了。然后那 VN001 是这一点啊，我们的变压是这样子，过去啊，经过呢变压器以后呢，跑到负载这边，我们这样子啊，我们它这边弄个坐标好了 ，in， OK， 把 in 换到这个地方来，点下去，加一个。这时候你看，那我们换这里的这 V in 呢，电压的 V V in 这一点电压一个普通焦点零伏到315伏，然后下来，周期是到这里20，放到这里，再更细。这就是20，是个电阻。那输出的电压在电阻 IE 上输出电压呢 ？V 二呢？是呢？付出是多少电阻？是它的3倍。因为呢，这个变压器变的放压多少呢？它放大这个变压器的放大倍数呢？怎么算？大家知道是。L 初级，也就是说，L 初级除以 L 二的次级的这个电感，等于呢你的放大倍数平方。那么这里头呢，900赫，这里呢放大了3倍，啊，三的平方就等于。等九，基本上等九，那么就说从这电压从这边，从初级这边呢，变到次级这边，电压提升了3倍，电压提升。哎，同学们还问这个电压不对呀，为什么相位缓呢？啊，我们看到这里一个红点，这里一个红点，这两个红点，大家知道，这样子白色的就表示电压器送出来的这个。电压是缓相位的，那怎么办呢？啊，很简单，把它，你可以把它这样进去 ，Ctrl R 转一转，啊，转一转，然后再 Ctrl E 转过来，对吧？这时候呢，就把它拉过来，对吧？然后你拉过来，拉过来。这样子应该是同相位的，是不是？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同相位，我们再 run 一次看。
哎，果然是个同相位移，放大了，变放大三倍，幅度放大三倍的啊，变化球。那么普通情况下呢？那时候那我每次弄个变压器都要在这里加个电池，啊，其实也不要啊，我们可以把它去掉。刚去掉不是又错误了吗？啊，那怎么办？我们看，我们可以点这变压器的属性，在这里头呢，我们设它可以变成0.00也可以，啊，它这里还有，如果你考虑到这个电感，初级的电感。啊，在这还串行的电阻跟平行的电阻，还有平行的电容，啊，然后 peak current 降温电流，这些呢是电感的属性，我们给它设0.00，那么 OK， 这时候呢，我们再去 run 呢，也不会有错误，你看它不报错了，你好了，啊，所以呢，这个零件元件的这边呢。这边就没有，我们不用它了啊，因为它这边已经带了一个附带电阻，所以就可以不用它。那这个就是说，在我们利用了两个电感啊，构成一个变压器，构成一个变压器。那么刚才呢，是假设我们自己做一个模型，这样一个东西呢。不是在库里头，而是只是说等于两个元件凑的，但是别忘记了，一定要写上这个 KLEL 0.99，这些东西这个东西 K 语句呢都可以在 helper 这里。